老花一门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。第一个臭宝说，看到很多关于你的视频啊，养花方面挺厉害的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果子阳台啊，在宿迁发货的，好像不太好，麻烦帮我看一看。它还是有些个水大，下面叶子发黄啊，叶脉发黄，就是有些水大，缺光，通风也有点差。可能有的花友一听果子阳台这个品种呢，就是说啊不需要多少光照，其实月季花呢都需要光照，只是果子阳台相对来说呢，只给一些散射光，它就能很好的开花，而这位花友呢，这个光照还是差点意思呢。月季花不论是什么品种啊，它的耐旱能力都很优秀的，你看它枝条上面不都是带刺儿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花友呢还是有些水大，缺光，通风差。虽说是果子阳台不需要那种很多的日照，但是你光照给的好一些，它会长得更哇塞一点。好，下个臭宝说，栀子花黄叶掉花苞啊，现在还长新叶啊，掉了好多花苞，黄叶我都摘了，大概是图片中的这个样子。像栀子花不止一次的跟大家伙说哈，就是南方养栀子花养得特别的好，但是好多花友一请回来之后呢，就各种的不好，有几个原因呢。第一，一般在南方养的时候是用盆栽，它们的根系是长到下面去的。你要一拔，把这个老根主根呢都给伤掉了，伤掉了以后呢，这上面的叶子肯定会有部分的发黄，不论是谁养，这都出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。那么呢，咱们能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到家以后呢，适当的把这种芯儿里边啊，就是我给你拿一盆比划比划。那栀子花到手第一步呢，大家就可以适当的修剪，修剪的时候呢，就剪的这种芯儿里边啊。我这是一个小叶栀子，大叶栀子跟小叶栀子都一样。如果说芯儿里边都特别的密，您就把这种细弱的枝条给它剪掉，就是把这个内堂里边给它整清楚明白的，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强它的一个通风，还有一个通透，这样的话会降低一个黄叶的概率，让营养更加集中的去往上面供那些花苞。因为本身栀子花这种东西呢，它带着花苞来，在开花期间呢，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所以说呢适当的修剪是减轻它的负担。第二个呢，光照一定要给足，光照给足的时候啊，水和肥也要同时跟上，如果说不跟上水肥的一个管理的话呢，它也开不出来花，也会黄叶子掉叶子，这种老叶的一个掉就预示着跟您说水肥不够啊，一定要加强光照啊，栀子花没有光照是养不好的，好吗臭宝？栀子花有个外号叫水栀子，这个前提条件是光照给足的时候才是这样啊，光照不足是不行的。下个臭宝说，老花叶桂花叶子有点发黄，然后老叶子交尖有一些叶子很硬，还变得褶皱，这个该怎么办？这个其实有一些交尖有时候是因为缺水导致的，我看您那个养的总体还不错，你要缺水的时候呢，它偶尔就会交尖，桂花是不怕晒的啊。另外的话臭宝，你该施肥的要施肥了，你像如果说咱们有条件的话呢，就可以多用一些个粪肥，发酵过后的啊，别臭吃烘的那么难受。然后呢，没有的话就可以用矾肥水，好吧，加强自己的浇水施肥管理就行了，别的没啥。下个说法说，芍药长势良好，基本正常，用了专用肥，花朵很小，很奇怪，这不就光照不行了？光照不行，你还用芍药专用肥？这个时候你多用一些磷酸二氢钾，开的花就大。这个小什么专不专用的？所谓的专用就是，为了让你买的放心而已，就跟孩子，就跟咱们人一样，是吧？啊，写个山东菜馆，山东人进去吃觉得有面子，咋的了？广东人进去一吃就咳嗽啊？开个玩笑啊，不要往心里去。下个作文说，康乃馨生病了吗？买回来三天，光照通风都挺好，光照通风挺好就完了呗。那老叶子有那样的，你管它干啥？这个植物不能离近了看，你不论是什么花，你只要离近了看，它都有毛病，跟人一样，你离近了看，它这个皮肤它都有毛孔，都长毛毛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花友你看整体开花长得很好很棒，加强通风光照浇水，然后适当的来点肥料会开得更棒，好吧？不要太纠结于过去式，那就过不去了，趴上面看，哎呦我这个上面，哎呦我这个，哎呦那不行啊，不可取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可远观不可亵玩焉，是吧？不可亵玩焉，哪是近玩焉？那是让花友给你评论去吧，这次算你对了。下个臭宝说，老外你好，我你粉丝啊，买了一个麻叶秋海棠，这个坐标是美国东北部啊，美国啊，冬季时间长，所以说全日照看不到绿色的纹路了，这属于正常吗？这属于正常，这个是秋市啊，就你们那边冷啊，就是稍微冷一点的时候加上日照温差，它就会出现这种红色的一个状态，特别的特别的好看。然后你现在，我不知道你发的哪个是近期的啊？你这养的太好了，这不老好看了吗？啊？
你养的已经很好看了呀，就是秋色。你像枫叶变红，还有就是多肉养过吗？就多肉的那种变红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我看整体状态挺好的，可能就是在那边气候特有的那种出来的特有的一个颜色，这个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。好了，希望各位花友们养的花越来越棒。其他问题呢，可以私信我们或者视频下方留言，一定要拍完整清晰的照片哦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绝不着急，点个赞，拜了。嗨。